好，今天我们受玲花山的李总，也就是豪横姐邀请，我们跟琪琪还有王哥来到这个儿童乐园来游玩。琪琪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儿童游园，真的是特别感谢豪横姐百忙之中抽空带我们来这里玩，感谢李总。没事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谢谢。主要还是你们辛苦，你们走了1400里路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我希望琪琪玩得开心哈。好，因为我们云峰是个县，然后那个地球村那里是个镇，面积稍微小一点哈。好，来，我走。好，我们一起出发，走，出发，看一下都有什么好玩的。对，来，走。我给他追子去了，你给我关了。大家看李总漂亮不漂亮？哎呀，真的好漂亮呀，真的很漂亮。黄连嫂，哇耶！总是莫名其妙迷失透着的，就像天空中一片飘过的云朵，一次次问你这样开心是为何，你却坏坏的什么也不说。哇，琪琪跟姐姐玩这个叫什么？彩虹道。跟姐姐玩这个彩虹道开心不？开心。啊。原来玩过没有？玩过没？谢谢阿姨啊，谢谢阿姨。啊，不谢谢阿姨嘛。不谢。开心就好。琪琪，那我们去下一站好不好？好。期不期待？期待。好，走喽。开心不？开心。哎呀，走。喜欢你。总是傻傻看着我。哎呀，我们的豪横姐真的是特别特别贴心。今天你看天气特别热，李总拿的伞，他都不给他自己打，都一直在给我打伞。李总好贴心呀！哎呀，走，没事没事，是你们真的很难得了，知道吧？哈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也应该的哈，应该的，太贴心了。琪琪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这个叫蹦蹦床。哦，大家看我们的大爱亲自带琪琪在这玩，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。姐姐两个都加油，红林加油！哇，加油！有些不知所措。这里就是丰乐谷萌宠乐园，哇，专门小孩玩的。喜欢你为我。今天太阳好大。对，有些热啊，让你们啊，真的是受累了。嘿，好。出帅帅笑着我，太阳每天是新的，开心快乐的生活。也许烦恼有很多，道理要看破。空气每天是新的，静静呼吸别放过。我要衷心祝福你，天天都快乐。2个多小时差不多要吃饭了，真的是今天啊玩的，琪琪开不开心？开心。谁都玩了什么？玩了跳床。还有什么？秋千。秋千好多好多你没玩过的是不是？谢谢阿姨们。不谢。谢谢阿姨们好，真的这是琪琪第一次玩。琪琪开心就好。嗯，感谢我们大爱的李总，还有没有没有，还有红娘嫂了，王哥了，都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希望你们经常来哈。好的好的，我们要去吃饭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，再见，拜拜。